背后的男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爱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他非常理解我，非常支持我。当我遇到特别大压力的时候，我会找他去倾诉，去排解。当我觉得自己特别孤单无助的时候，然后他会永远站在我身边，告诉我在我的背后有一个温暖的港湾。以前我的体能是弱项，我的爱人就经常陪着我一起锻炼。我到现在我还记得，在北京的冬天，一个漫天大雪的夜晚，他陪着我在操场上一圈一圈跑步的身影。今年在太空飞行的时候，我度过了我的生日，我的爱人也没有告诉我，他提前写了一张生日的小卡片，交给了我们的工作人员，随着我们的货船带到了天上。后来我生日那天，好多家人啊、朋友啊跟我进行双向视频通话，我爱人就跟我讲说，我们给你带了礼物，在空间站里。我就去翻了一下，是一张全家人写的祝福的卡片，然后他上面写，他说，亲爱的洋洋，首先祝你们任务圆满成功，安全返回。地球已经存在了46亿年，而人类不过才存在了100万年，能够在太空过生日是一件多么自豪的事情虽然我们不能陪你过生日，但是有些人生来就不属于一个家庭几个人，而你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我当时看了就特别感动，然后他后面又写，飞船飞得有多远，我和孩子的爱还有家人的爱就跟随你到多远。哎，这张卡片我都会背了，因为我每天看，每天晚上都看。我进入睡眠区之后，我都会把卡片打开，就好像跟他们在对话一样，就仿佛他们一直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在飞行。我经常开玩笑跟他讲，别人问我说，你们俩吵架谁赢，我说以前年轻的时候是我赢，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他赢。因为想着一直以来他对我的这种支持帮助，想着太空他给我写的卡片，每次吵架的时候我就会不自觉地把分贝降低，想了算了算了。对于既想干好工作又想照顾好家庭的女孩子，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？那我觉得你就是要坚定自己的信念，矢志不渝地去追求你的梦想，不要为这个社会繁杂的声音干扰了你的方向，干扰了你的脚步。只要你足够努力，在各行各业都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业绩。我非常坦率地讲，我不赞成为了家庭牺牲事业，我也非常不赞成为了事业牺牲家庭。家庭和事业就像女性的两个翅膀一样，是缺一不可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协调的发展，这样才能飞得更高，飞得更远，才能飞得不累。